过山岭，一两头，渔翁摆桨，隔壁是锅煮惯的，里面的妈妈桑茶道有三段，这全球无数的老板来地下城也加强，有底子功夫山脚灰地正着铁不闪，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幽默有样，什么鼻子最喜欢穿着棍绕着窄杆，小区还能从小学下令歌舞蹈，怎么干怎么干，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怎么干怎么干，之前的脸手心开，怎么干怎么干，巨星千里西沙大飞跟左屏幕奇怪，去去就来，怎么干怎么干，我打开任督二脉，怎么干招牌，怎么干怎么干，你被我一脚踢开。双截棍，狠狠哈！习武之人前进，忍者无敌，是谁在擂台起风？